好，同学们，咱们看第13节，变穴。所以，好像学完欧穴之后，咱们脑子里不禁也就产生了一个感觉：欧穴连着变穴的。变穴实际上比欧穴复杂的。欧穴的话，主要是上消化道病变的时候，它出血的时候呀，欧穴的呕不干净，经常从肛门也排出一些。而变穴，你除了咱们刚才学过的从上消道出血漏下来的以外，是让下消化道本身它的疾病发生变穴，包括肛周疾病等等，显然病因更多、更复杂一些。先看变穴的概念，什么叫变穴啊？变穴是指消化道出血，血液经由肛门排出。那变穴的颜色可以呈现为鲜红、暗红或黑色。少量出血，下面会谈到，大概每天出血量在5到10毫升之内的话，那么分娩颜色不足以改变，需要经过隐血试验才能确定。称之为大于隐血试验阳性，所以慢慢你会发现血尿和血便都有2个鉴别。你比如说隐血试验阳性和大便染色这2个鉴别，看见粪便颜色改变了，镜下一查呀，没有这个血细胞存在，那可能是粪便染色或者是其他一些，你比如说食物中，韭菜。动物的，你吃个什么毛血旺是吧？羊血、鸭血、鸡血、猪血这些东西，血液制品、动物内脏，它有时候就容易发生染色。还有一个黑粪，比较典型的就是缺铁平的时候，现在没有了，原来吃补铁用的是硫酸亚铁，粪便染黑，所以这个黑便、柏油样便是黑油亮的，颜色泛光。到后面实验室的化证里边，咱们会专门谈。那么粪便如果染色，大多是黑灰的。一开始咱们也是从症状学，按照顺序往下学，后面内容没有的时候，它就不太容易提高。要不有时候想一想说，这个学习你说什么顺序合适？其实没有顺序，就稀里糊涂的。一开始咱们的学习的知识呀，是孤立的、割裂开来的、机械的、连贯不起来的。把这个书来来回回的，从诊断到内外科、内外科诊断，这么来回几次以后，或者来回很多次以后，不经意间把很多知识给关联起来了。为什么给同学们讲说背概念？举例子，结构讲，刚才随便举了个大便染色，哪些东西会染色？包括抗结核药物，这个利血平就会容易让泪液染色，血泪汪汪。哎，你看他就是人，妈妈不小心不经意间学会的。隐血讲了一个血尿和这个血红蛋白尿，鉴别的时候颜色是发红的，酱油色的，它未必有血，只有颜色发红，有血红蛋白，蛋白阳性，如果血细胞阳性才能叫血尿。在尿常规检查高倍镜下，至少3到5个血红细胞，这是叫血尿。所以颜色是红的，未必是血。对了，这慢慢咱们就是通过大学这种专业课，为什么说一定要读大学？通过专业课学习之后，在一个主语前面加了定语，给它安装的什么地点状语、时间状语是吧？状语从句定，这个定语从句越来越多，那我的思想体系就越来越丰富。你想什么是个思想？就是跟人说话的时候内容呀，好玩不好玩，诙谐不诙谐，精准不精准。涉猎面广不广？要不说没读过书的人，哇塞，也是醉了。读过书的人就会"疑是银河落九天"，对，他就不一样。对了，往下走啊，病因，引起便血的原因很多，常见有下列疾病。刚才咱们说，第一个就最直观的下消化，你比如肛裂，那这肛门破了呗，对吧？它就会出血，类似于这样。所以往下走，下消化道从曲池韧带以下，第一个小肠疾病，肠结核、肠伤寒。急性出血、坏死性肠炎，这个比较典型一点。钩虫病，还有我刚才提过名字克罗恩病，这写的是英文啊，就克罗恩，上面写的是中文，克罗恩，一个炎症性肠病，纵型深沟槽改变，全鼻层炎，小肠肿瘤，小肠血管瘤，空肠的稀释炎或溃疡，还麦克稀释，专门的，到后面专门讲一个专业的术语，或者溃疡肠套叠成的这个枣核状的一个硬结是吧？有这个。暗红色的血便，类似于这样一个所谓的三联征，下来还有结肠疾病、急性菌痢，菌痢的便血不是毛病，粘液脓血便，脓，离后中，阿米巴痢疾会有血便、血吸虫病，溃疡结肠炎和克隆是一对，溃疡结肠炎是浅表炎，克隆病是纵型深沟槽，血管病理学有这个影响啊，结肠稀释炎、结肠癌、癌肿它总破溃，包括结肠息肉给拉破了，第三块是直肠钢管疾病，刚才随便举的，比如说肛裂，
直肠钢管损伤、外伤，外伤比较少，大多数就是医源性的或者其他一些工地上不小心正好给戳伤了。另外就是类似于肛裂热的病，还非特异性的直肠炎、放射性直肠炎、直肠息肉、直肠癌。所以直肠癌有时候学习就是人不相信说直肠癌会血便，老师哎，外科就考你这个。直肠癌的早期可不是血便，是什么呀？是排便习惯的改变。对了，要不一说说学的时候顺序不太对，反而给学坏了，这挺麻烦。你说医学这个玩意儿，你把诊断和内外科分开，对不对？分开一个学期只能学一门，你不可能从一学八门课，分开吧，知识割裂了；不分开吧，又也没法读。所以说，有时候说听听课，老师讲的时候给你适当增加点案例。对了，举例子，直肠癌，直肠癌事儿最早的时候，咱们说排便习惯改变，并不是血便，治内治不疼，外治疼。内治出血，外治疼，肛裂、肛瘘。肛瘘的话，主要就是一个肛周的一个湿疹。肛瘘出血的话，这个词儿搁这有点牵强，能不能也能说，不是说不能出血，但一般看到血便不会考虑肛瘘。肛瘘总是觉得肛门周围皮肤呀淋漓不尽，湿乎乎的，所以一个大老爷们儿带着卫生巾，你这不能跟人说，这个病不少见啊，肛瘘。第四个，血管病变，血管瘤呀。末血管扩张、血管畸形、血管退行性变、缺血性肠炎，包括痔，痔是一个直肠静脉丛瘢，所以血管的病也对。这是下消化道最直接的，上消化道咱们说呕血的一定便血，便血的不一定呕血。对了，上消化道出血量少的时候只便血不呕血，大的话就连呕血带便血。这个前面已经讲过了，是出血量和速度不同，可以表现为便血或黑便。所以你能看到鲜红色的血液的话，我们第一个思考的是位置，距离肛门很近，距离肛门很近。如果肠道在结肠这儿出血的话，它可能颜色会暗红呀，或者是像上小道出血啊，颜色会变黑，黑变黑粪，是肠道粪便里边的细菌呀、硫化物把它给染黑的，是这个样子。颜色。第三个是全身疾病，已经讲过很多次的白血病呀、血小板减少紫癜，说轻的，包括过敏性紫癜是吧？皮肤性紫癜。内脏型的腹型紫癜、瓦斯癜盛，包括还有更狠的颅内出血的。对了，肾型紫癜、腹型紫癜、皮肤紫癜、颅内出血，这样行。血友病，包括异常硬毛血管扩张，包括维生素 C 和维生素 K 缺乏，维生素 C 缺乏或血病，维生素 K 缺乏，前面专门就有慢性胰腺炎。肠道的脂肪吸收离不开胰脂酶，所以慢性胰腺炎的时候，胰腺的外分泌功能障碍，导致脂溶性维生素 A。D 是 Delta Dog 不是 ABB 包 AB， 不是。我看 B 站的弹幕里边有同学说 AB K E 博士 AB D Dog D 小狗狗 D， 不是小男孩 B， 不是，是 AB E K， 是他。所以这样的话，维生素很缺乏，缺乏的话凝血因子 R790 合成不了，出血专门讲一句话说维生素 K 可以纠正的出血倾向。严重肝脏疾病不用，为什么出血呀？你知道除四因子钙离子之外，凝血因子基本上都是蛋白质，蛋白质基本上是在肝脏合成的，所以肝硬化的病人后期凝血因子合成不够，前面专门讲过一次，你要有兴趣的话打开8年3版内科教材去读一下，在出血疾病概述里边谈了一个，它有一个分类叫重症肝病的出血，重症肝病出血的时候凝血因子越来越少，八因子越来越多。哎，这我得必须讲，就同学弹幕上也写过，我强调一下。另外还尿毒症，尿毒症的话你能理解，一个尿毒症血液中缺少更重要代谢微产物，包括一些激素代谢不掉排不掉，这样的话导致血液整个的溶质分子的比例呀、含量、浓度都能发生改变，相当于把红细胞泡在一个高渗液体中。这里边有个麻烦，所以生理学还专门讲过，说你比如说血液那一张生理学说 1.9% 的尿素溶液等渗而不等张，你把红细胞跑到尿素溶液等渗液体中，红细胞一下就溶血了。红细胞会这样，血小板也会这样。所以前面专门讲说，内科学上要考试要考咱们，尿毒症患者是具有出血倾向的，不是血小板数量少，而是血小板功能。你想，血小板都肿胀了，怎么粘附聚集收缩了，弄不成了？这个样，尿毒症，流行出血的就得出血呗。包括白血症，凝血因子消耗过多。这些全身疾病就会导致内脏出血。对了，所以说我们这样考虑病因的话，从下消化道本身到上消化道到全身疾病，内脏出血都可能会出血。那么便血的临床表现，便血多为下消化道出血，
可以表现为急性大出血、慢性烧拉出血以及间歇性出血。便血的颜色可以因为出血部位不同、出血量的多少以及血液在肠腔内部停留时间长短而异。所以为什么说呕血便血我们关心的是颜色。出血量如果多、速度快，则可以呈现鲜红色。那么出血部位越接近肛门直肠这儿，越接近鲜红色吧。如果出血量少、速度慢，血液在肠道内部停留时间长，就暗红色。粪便可以全为血液，血便也可以混合有粪便，但更有意思的是可以仅仅粘附于粪便表面，或者与排便后肛门滴血里边肛裂，便便在那地方。我就老开玩笑了，做了个蛋糕做好以后呀，抹上奶油，然后这个糕点师拿一个硬纸给你把这个带颜色的这个奶油或者什么东西给你裹着，这边拿手一捏，往上面写 Happy Birthday to you， 哎呀，几个红字，肛裂就是那样，把这个便便摆好摆那儿，一坨一坨的说 Happy Birthday， 然后这滴滴滴滴滴滴了几滴血，便后滴血肛裂疼痛这么一个表现。其实内痔经常也这样。内痔肛门的出血大多数它这个，因为你知道生理情况下肛管和直肠内部是没有粪便，它排便的时候往下推开始有。你肛门直肠这为啥说前面专门讲过，直肠硬化的早期不是血便，而是排便习惯改变。直肠长了个癌，它老刺激肛门周围的神经，让人产生变异。拉完之后肿瘤肿块你没拉下，它还那么刺激，所以给个专业术语里急后重，肛管老受刺激。他这样排便完了以后呀，他平时粪便和血液不混合，粪便排出来之后，伴随排便过程中，粪便表面沾了几滴血，沾了一点血滴，或者是排完之后肛裂，排完之后肛门往回缩的时候一挤它，扑通扑通挤下几滴血的，对，便后滴血，这个是很有意思，就是观察血便要注意，要是纯血便你不说，全是血液，拉的是血不说了，如果是粪便上面混了点血，要看看血液和粪便混合了，还是血液只是粘附在粪便的表面，这一句话是个核心思想，所以我在这儿突然举例子走慢了，停下来。消化的出血每日在5到10毫升之内的话，无肉眼可见的粪便颜色改变，需要使用凝血实验，看它有没有红细胞，咱们称之为凝血便。那么每天如果消化的出血在50毫升以上的话，大便就可以呈现黑色的，叫黑粪、黑便。所以说学到整大学的时候背了两个，一黑一白，白色那个叫陶土样便，大到你都死了。最狠的就是胰头癌，压迫胆总管下端，根本不通，胆汁排不到肠道里边，这里边胆色素呀、粪胆与粪胆素没法形成，陶土样便。一种就是消化道出血的时候，黑色的薄油白油样便，黑粪，一黑一白。我们这样就是通过积累，这道学慢慢靠谱了。一般的凝血实验虽然敏感性高，但有点假阳性，使用抗人血红蛋白，但可能考虑免疫检测。可以避免其假，你说吃了毛血旺啊，吃毛血里边咱们说压血，你弄不清楚，你查出来还蛋白也是阳性的，但它不一定是人的血红蛋白。对了，需要使用针对人的血红蛋白单克隆抗体，这样检测出来想错也错不了，种属间是有差异的。这是便血临床表现。接着往下走，便血也有伴随症状，你比如说伴有腹痛的，慢性反复上腹痛，呈现周期性节律性溃疡的，出血后缓解消化溃疡。上腹绞痛或伴有黄疸者，考虑胆道出血。胆绞痛莫非是症阳性，包括胆管炎的表现，下颌三联征、寒战高热、腹痛、黄疸三联征，胆道出血。腹痛时排血便或脓血便，便后腹痛减轻了，菌力这个词不合适，溃疡结肠也比较腹痛排便，便后缓解，这个靠谱。是啊，菌力排完之后也缓解不了。能缓解的还叫菌裂，这恶性刺激，胃肠道疼好几天，你除非你吃利特林，利特林你是利吉拉度一吃就灵，要不然就是这样说的。确实利特林那个小黄片，因为我们初中时候老拉肚子，讲课说我们吃那个药片往手上一搁，吃完之后手上摘一层黄，那个黄掉得很厉害。利特林你吃了它，排完便之后缓解不了，你记住这个地方给人下血，菌裂排完便之后蹲了厕所也站不起来，是咱们能够想象出的最强烈的里急后重。阿米巴痢疾包括溃疡结肠炎，腹痛排便便后缓解，这个是能接受的。腹痛伴便血的还可以建议急性出血患子肠炎、肠套底、肠系膜血栓栓塞或这个形成或栓塞，以及膈疝，膈疝压迫食管和胃底这一块，最后造成小肠内部出血，这样的话腹痛伴便血。这后面这个有些写的就比较远了啊，比较远的是
长细胞动脉的血栓形成和栓塞是外科学上最糟糕的一病。患者大多数一般临床存活范围大的话，只有24到48小时。所以，包括去年上海同学给我分享过来遇到这个长细胞动脉栓塞的患者，家属依然是放弃治疗的。其实没有好的办法，先不管他了，这是半腹痛的血便半腹痛，半立即后宫的不用了，肛门这受刺激了，肛门坠胀感，所以老是觉得排便淋漓不尽，排便频吧，老想蹲坑，但每次排便量也不多，排便后没感到轻松，最典型代表就是菌粒。所以你这样一看的话，上面给你写菌粒，这不是下写，所以半腹痛说缓解的这不对，半腹痛的不缓解脓血便，粘液脓血便，立即后宫，最常见的就是菌粒，然后直肠疾病、肛门疾病，包括直肠炎，直肠相对比较少见，还有直肠癌。所以再背一次，直肠的早期临床表现不是血便，是排便习惯改变、立即后宫、肛门受刺激的表现，这就准了。也不是说学这门课的时候，你只是把文字背下来和你能理解这个病的来龙去脉，其实是两个概念。第三条，便血还伴发热的，发热大多还是借传染性疾病，比如败血症呀、流行出血热呀、过度凝血体病，也可以介于部分恶性肿瘤、肠的淋巴瘤呀、败血病。但是淋巴瘤咱们实际上很经常见过这个回归热，它烧一个月就忘了，下个月又烧。对了，过一阵烧一回。败血病的话，很容易合并感染，它要烧就持续高热，甚至肌瘤热性降不下来，给抗生素不好使，然后还伴出血，贼差，肝脾也大，全身淋巴结也大，这是更，这是败血病的事，伴发热感染了。第四个，伴全身出血倾向，血便伴皮肤黏膜出血，多见于急性传染病及血液疾病，重症肝炎呀、流行出血热、败血病呀、过敏性紫癜呀、就那腹性紫癜，还伴皮肤型的那个血友病。第五个是伴皮肤改变，皮肤有干燥之物质，下边说了，这是刺激素描或障碍、肝硬化的专门表现。血便可能和肝硬化、动脉高压有关系，因为门静脉堵塞了以后呀，脾静脉、长细胞上下静脉不能回流，那么肠道的这个肠系膜静脉淤血、肠道淤血可能有一些血性的渗出，皮肤黏膜毛细血管扩张，提示血便可能是由于遗传性毛细血管扩张症，肠道有出血。还有第六个，伴腹部包块，腹部包块的话，伴血便更多我们考虑肿瘤了，找一个占位，一个肿物，结肠癌呀、肠结核呀，肠结核经常实际上是什么说肿块不合，肠结核往往伴有结核性腹膜炎，有时候也不说为啥它就串行呢，一说结核腹膜炎的话，是咱们不能学一个独立的知识体系，结核性腹膜炎患者长期的一个炎性粘连增生，表现为腹壁腹膜增厚以后呀，腹壁触诊的时候柔韧感、揉面团感。肠道还有恶性淋巴瘤，里边将来内科学学一个要命的叫波吉特 Bucket 淋巴瘤，又叫波吉特淋巴瘤白血病 L3C 白血病，这种患者咱们讲课精神说愣是有内科疾病需要外科学急诊剖腹探查的，就是波吉特，它是一肠梗阻入院的。下来肠道底在右下角，一般右下腹是这个回肠和结肠回盲部这个地方，因为结肠粗回肠细，它不小心吐露钻进去了，小朋友比较多见。或者克罗恩病，克罗恩病的话，微生物包块呀，腹部的局部的粘连，这个样子。血便相对咱们讲的比较简单，你得有一个肠道疾病、全身疾病和上消化道疾病都可以血便，特别是血液是浮在粪便表面，还是和粪便混合。对了，这么个概念，里急后重。这些专业术语，肠道病的专业术语，直肠病的专业术语。这是血便第13节。下来咱们该看第14节了，叫腹痛。